今天呢，趁果妈妈不在家，然后我让大家看看这三只小狗，出生16天，而且呢是刚睁眼。你看它们三个正在熟睡啊，睡觉的姿势也是花八门什么都有。那我先拿一只让大家看一下，我的天哪，睡觉的姿势，你看，两个背，也是特别的宽的，毛色比较好。你看，你看，刚睡醒的样子，这个眼睛眯得像一条缝似的啊。他现在呢，说白了就是16天，还在蒙睡的状态，而且呢，还没有长开，等到满月的时候会更好看。这一只呢是一个妹妹，就是我们家的妹妹，然后还没有发腮啊，等到时候发腮的时候会更好看。给你们妹妹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妹妹，这一只的话，你看，它的眼睛就像刚睡醒似的，睁开似的，小柴犬刚睁眼的时候呢，就都是这个样子的。睡醒，所以说是两个精神，要么就是在吃奶，要么就是吃奶的路上，要么就是睡觉。麻烦睡眠还不睁眼了。这三只小狗，说实话，我妈妈照顾的还算不错，吃的挺肥的，摸着肉肉的。那这一只的话是一个妹妹，你看，妹妹的话明显的没有公公他家大一点，是不是？反正眼睛都是就像那种小眯眯眼似的，刚睁开。就像睁不开似的啊，所以说柴犬刚睁眼的时候，就是处于那种胆大气短算是，因为它等到满月的时候会更好看，小毛腿，然后黑色素也比较好啊。你看它的毛质，你看后面这两只，他们醒之后都开始打架了，开始闹了，那么小就开始刚睁眼之后就开始打架，咱们还得了。